什么？打棒球打破玻璃，我以为只有在哆啦 A 梦里才会出现的剧情啊。什么？我以为只有大雄跟棒虎才会打破人家玻璃。什么？没有什么啦，其实就是小弟我不小心用不思文球打破人家玻璃的啦。想知道点歌怎么用速球砸破人家玻璃吗？在8月14号中职比赛结束之后，紧接着播出一亿运动挑战日记，一定要看哦！这讲错啊？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应该是可以的。OK 了啦。好了，就看待。